大家好，我是解曼叔。你今天就是跟宣传合作拍摄，就是他的电影我都有看过，然后还有他的摄影作品，我都非常的非常的喜欢，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小粉丝的心情，就是来拍照这样，我觉得好开心哦。他没有特别指示你要做什么，可是那种感觉是。在他的镜头前，自己就会有一种被激发出来的感觉，什么都想做的，就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他看。